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今日有个费事预告，唔讲你都可能唔知啊，就系咧费青 Patreon 已经3周年啦。嚟排费青都会搞啲活动咧，去送翻俾大家嘅，去回馈一下大家对费青嘅支持啊嘛。活动主要分咗两种啦，第一种就系 for 新费友嘅，即系话咧从来都冇上过费青嘅任何课程嘅朋友仔。另一种嘅活动咧，就梗系送翻俾费青嘅旧商号啊。好啦，今日咧只系预告一下大概有啲咩活动嘅啫。嗱，课新朋友费青咧就谂住搞一啲试堂嘅活动，即系原价要俾几千蚊先上到嘅堂，费青咧免费俾你试堂。咁好嘢嘅话，咁名额一定有限噶啦，可能系30个、40个、50个，一定系要睇缘分噶。啊，黐线噶，费青你个 page 有成10000个朋友仔订阅噶，10000个费友争30-50个位，咁咪真系好睇缘分。喂呀，系咁噶啦，如果人人都想学，费青人人都肯教嘅话，咁费青就唔系费青啦，费青就改名叫做忘青啊，或者叫做忘到呕血青啊。费青只系一个小费青。废下废下 ，hea 下 hea 下，先至系废青嘅 style 啊嘛。好啦，咁旧商号咁就梗系可能会，如果你已经系废青嘅老友嘅话啦，咁你肯定会知废青嘅 style 系点噶啦。越老友越着数啊，你懂得啊。好啦，已经订阅咗废青 Facebook 里面嘅 Messenger 嘅朋友仔啊，到时记得留意 PM 啊。订阅咗嘅朋友仔，你会第一时间收到试堂通知啊，又或者系老友着数啊。如果仲未订阅嘅话咧，就嗱嗱咁 click 下面 description 条 link 啊！记得 click 完之后咧，100%、100%、100%跟住个步骤去做啊，系唔需要打字噶 ，keep 住揿掣、揿掣、揿落去就得噶啦。揿到最后，你会见到恭喜你啊！你已经订阅咗费青 PM 通知啦。见到呢一句说话嘅话，就证明你已经成功订阅啦。如果未订阅嘅朋友仔喺费青出咗第一次嘅 PM 通知之后，隔咗2-3个星期啊，费青亦都会出 Facebook post 同埋 YouTube 嘅影片，同大家分享下费青开 page 3周年以嚟有啲咩着数回馈大家嘅。只不过到时有冇位呢，就真系更加睇缘分啦。好啦，唔想错过费青嘅3周年大回馈嘅话，咁就立即订阅费青 Facebook Messenger 啦。Go go let's go！